妈妈，我听到我的同学说我有弟弟妹妹啊，你们就不爱我啊，是不是真的哟？不会啊，咋可能嘛，不要听别人乱讲，爸爸妈妈永远都是最爱我们家静阳的。好吧。你们把包裹放走。爸爸你回来，我们这包裹饭吃啊。包谷饭是以前饿饭的时候没得办法来吃，现在大米饭人家都爱吃那包谷饭哦。哪点哦，包谷饭偶尔吃一下还是挺好吃的。昨天晚上你不是说肚子好像有动静吗？我听一下，听听没有？他那小，咋可能听嘛？只有自己有时候能感觉到。叫你不要穿了吗？都破成这样了。没得事，又不去那边。在。小米的快递还有鸟的鹅蛋。行，回来做完嘛。不做了，还有事。金啊，明年就要妹妹喽，她要跟你抢玩具喽。也是一起玩啊。金金让到鹅蛋来哟。妈不是一直说怀孕要煮鹅蛋吃了吗？叫她帮忙找几个。不然我早上买了几条黄辣丁来整吃，我去看一下菜。好。爸爸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哪个问题啊？以后有妹妹啊，妹妹抢我的玩具，你是帮她还是帮我啊？你们可以一起玩啊，我上婆家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留点白米饭给静雅，我怕她一个人吃不惯包谷饭。吃饭喽！静雅来。静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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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在厕所里面没有？我出去找你，在家等啊。一起去。爸爸，我在吃点。喊你咋不答应呢？还以为你这坏人背弃了我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看一下，你们还关心我不？咋个会不关心你嘛？爸爸妈妈永远都是最爱你的，晓得不？就算以后有妹妹啊，也是一样。刚刚你爸爸还怕你吃不惯包谷饭，特意给你留白米饭哦。小姐妈，我错了。亲爸爸一下。好。回家干饭喽。